跟你们讲，在奥妈近期有个新地方 Daily Degree Coffee 最新的分行也开在这边。来 Daily Degree 喝 Coffee， 现在还有 Combo Set Muffin Cake 的 Combo Set， 四个口味当中选一个 Muffin， 搭配一杯饮料。 OK， 这个是 Banana Chocolate Chips， 也可以来一杯 Mango Soda 配 Double Chocolate。 Costco 的 Combo 它有三个选择，中你可以选的是 tuna chicken 或者是 salmon， 这个最好就是现场热热吃，外层很酥脆，里面夹着饱满的内馅，完美。这边蛋糕的 combo 不管你选择哪一片，它都是统一的价钱，可是它的口味每天都在变，没有一个固定，你要当天到现场看才能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口味。这片 mix nut 的，喜欢坚果类的朋友还会觉得很邪恶。还有一个 combo set 是炒饭的，它有分成美式跟港式。在 combo 里面的饮料可以选择 latte americano 或者 mango soda， puff 有三种选择，但是没有 combo。 至于其他的饮料，冰沙也是有。小哥哥推荐我们的这杯巧克力冰沙，上面挤到满满邪恶的奶油，你喜不喜欢？Matcha Lover 也可以选择冰沙系列的抹茶口味，奶油一层在上面，让口感变得更舒滑。或者你想要上面一层芝士的话，我就推荐你做个那个 Matcha 芝士。老板推荐我们这个 Cheese 奶盖的系列，上面还会撒上一点桂花，抹茶配 Cheese 更受 Regular Customer 的欢迎。下面有茶香，上面有 Cheese 的咸香。喝奶盖就是要抿一下。在这边平时蛮受 regular customer 欢迎的，有 caramel latte， 还有这杯 brown sugar latte。 浪漫的气泡水，一杯是 mojito， 一杯是 canberry soda。 天气炎热的时候最适合来一杯酸酸甜甜。在 Sky 7的这边，他们还有一个 hidden menu， 有三杯神秘的特调是你在上找不到的。美酒遇上咖啡，把它倒进高脚杯，最后还会撒上桂花。这三杯特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用不同的酒来做 base， 你可以根据平时个人喜好来 try 看看。美酒加咖啡，你 prefer 哪一杯？这三杯特调只有在他们 Sky 7的分行找得到，而且 Corner 这边的转角处 OOTD 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间在 Alma 的 Sky 7 7号胡同休闲馆，平时很多人跑来喝酒，下次可以在 Daily Degree 喝喝咖啡，吃吃蛋糕，记得要关注零食哦。